现在退这个退现在时间呢，孩子这外皮还是麻木的，他们有感觉，能稍微抬一点，低一点。回顾这两起烈性犬伤人事件，可以发现，大连咬伤女童的烈性犬没有办理养犬许可。目前，大连女孩被狗咬伤致死后，狗主人毕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，一旦罪名成立，将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